好，接着先来凯蒂。是的，我觉得你的困扰就头大。没，哦，对我头很大，所以我那是因为你身体太小，他的肩太小，因为我头很大，所以我发现我没有办法驾驭像大家这种爱这种帽子。这种帽子我驾驭了，你们会觉得我整个人很好笑？你戴反了吧？对，我戴反了。我以为它可以多戴，不好意思。就是戴起来是头发很大。 哦，蛮大的，对，也不是，就是好像不好看，不是胖子，所以其实这种帽子，我真的很比例不对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骨架还是我瘦的关系，就是这种大帽子啊，我就是无法驾驭，所以呢，我都会找那种棒球帽，然后会找很特别，但这一顶多特别，你是球队啦啦，这一顶跟你讲了，它上面有我的名字 ，It's my name。 就是我的名字，你刚刚是讲英文吗？对，It's my name。因为很多，因为这顶是我去泰国，那时候我们去旅游的时候，然后它是特地可以为你量身定造，你可以选你要的帽型。西门町就有了，真的吗？对，真的假的？西门町你还可以选字体，要不然根本这个是干嘛的？对，你是笑的啊，我也笑的。你也可以上面秀说我好正。 那你怎么没有秀自己的名字？没有，你干嘛吗？你还可以选出的字体来细的，对呀，还可以有图案，真的，就是然后你可以选立体的，我平面的。我不知道，我那时候就是天脑还等了2个小时秀这个，然后想说这些这个帽子，不是因为为什么去泰国会这么糟，只是因为去泰国想要艳遇，然后你就说哦 ，girl， 艳遇啊，艳遇哦，艳遇哦！我想说，我要去泰国艳遇，对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就那时候就是觉得啊，不一定，就是不管，我一定要就是带一顶帽子，然后让人家可以认识我，然后秀名字我就排了。不过你也告诉我们好消息，台湾就有了。对啊，好吧，就是我错了。而且你去台湾，你可以把各国的日文的凯莉呀、泰国的凯莉、韩文的凯莉呀，你就出国就带那顶，让大家认识你。我冬天其实跟大家比较不一样，其实我蛮喜欢选那种很跳的颜色，因为我觉得冬天大家的身上颜色都是深的，对，所以我有时候会选那种比较亮的。 哦，这不是你们球队的帽子，这是我们。对，所以我有时候会选那种比较亮的。哦，这不是你们球队的帽子，这是我们。对，所以我有时候服装比较好小，为什么啊？因为我的头有一个问题，我的头很大之外，头有问题。你的口音也有问题，对，你的发音呐，对，发音对，所以我通常因为我的头就是很大，然后我有自然卷，头发又多。你是哪里人啊？高雄，所以你有高雄腔。高雄。 有，现在比较好，修正了，好，我今天要修正，所以我都会找那种很窄的帽子把我头发。你就像当时候我刚来台北的我，我的国语就像你那样。老师，我真的有努力了，好，我现在字正腔圆的去介绍。然后毛帽的部分呢，其实就是我会跟大家一样，就是我喜欢选一些像就是有可爱有球球，但是我会选比较就是。 黑色系就是比较暗的，因为毛毛比较贴近肌肤，所以通常这边都会卡粉啊，这样黑色就是比较容易看不出来。好。